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猫，今天我们来玩一款猫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猫咪的游戏，耶！那这款游戏怎么玩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可爱的猫咪，好多猫咪哦，打个字。但是干得好，现在向其他区移动吧，好像这里可以慢慢练你的猫咪的等级，猫咪的等级你可以从狩猎里面去练等，嘿。从城市钟楼群，哦，不知不觉来到了高楼林立的大城市，在这个地方，猫咪们正在进行穿过大厦奔向最远距离的对决，好爽哦哦！也参加一次对决怎么样？哈！点击一次画面时会跳跃，在跳跃状态下再次点击会请二级跳跃哦，两段跳是吧？死打头哈德，为什么是哈德？没有先 easy 模式吗？这要干嘛？哦，跳那个吗？可以，这我很会，这我很会。哦哦，没关系，身为好猫的好爽哦哦，绝对没问题的。猫是很神奇的，撞了几次都不会有事。可恶，为什么那个猫飞那么高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等一下，我不信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为什么他可以跳那么高？是不是？哼，简单游戏啊！可以。160公尺，可以，还有经验值400，你可以好像在这边，哦，好前面，三等了，游戏级别三等，加好友，加，我社交，我有朋友了，社交等级到三等，我有朋友了。好，现在要干嘛？他说要回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双子公寓移动吧，好，没问题，双子公寓啊，好像也是小游戏的样子。此处是萌猫是最高的建筑双子公寓，在此处猫咪会展开攀登到最高处的对决，好爽哦哦！玩家 ，OK， 没问题，来 PK 啊！点击一次画面时会向相反的公寓跳跃，好像是两边跳的感觉吗？好，是，这是简单，我现在玩的是简单，然后50等之后可以到 hard 哦。原来刚刚都在玩简单哦，我以为刚刚已经是 hard 嘞。哦，这个我会，这个很简单 ，yeah。以前玩手机游戏很爱玩这种小游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27公尺，差不多9层楼高，可以。哇哦，完美的落地，好爽哦，太棒了！那我尝试到更高的地方没问题，我动100层。臭鸽子，走开！不行，再一次，做得好，不行，我要30公尺。很好，我们这次去萌猫市郊区，到底是市区还是郊区呢？在郊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例如钓鱼、狩猎还有收集哦。好久没钓鱼了，我想钓鱼，郊区。是好管闲事的什么的？嗨，让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好管闲事的。你的名字不见了，因为担心，所以跟在你后面。从现在开始我会引导你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里是萌猫市郊区，有很多东西可以收集，还有狩猎哦。对猫来说，鱼是全世界最棒的东西吧？不是，是其他的。去海鲜商店，好爽哦哦。我是继承家业到处捕鱼的海女，在这个地方正在卖我捕捉的鱼。好，不要嘴馋我捕捉的鱼哦，自己去河沟。要去河沟自己抓鱼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谁？这不是好爽哦？为什么到处的人都认识我？我那么有名吗？永远抓不到我的。你现在抓鱼是不是？嘿。我觉得我被戏弄，嘿，
有了，波我的朋友家人快住手，拜托快停。不行，我抓。等一下。嘿。哎，这样都只能抓小鱼哎。大鱼抓不到 ,Lucky! 像这种超高速的鱼来，我钓鱼给大家吃。等一下下次就是我们大家的晚餐了。好好，我们只能吃这种我还没钓到啊。好，我们没用吃了，再见。我社交变无胆了，我们没东西吃了，我到下一个地方，我好难过。抓了好多新鲜鱼，卖给我。哼，没问题，食人鱼卖你啦。淡水鳗鱼50000块哦，好赚好赚。这里是垃圾场，垃圾和老鼠混杂在一起的乱糟糟。如果捡垃圾的话，萌猫四人会赠送硬币表示感谢哦，是不是很好赚？收集老鼠时也会送经验值和硬币哦。但是这什么老鼠会攻击我们？还有野猪。要我捡垃圾就好，我可以打老鼠吗？可以啊，可以 PK， 来跟老鼠 PK。好痛，受伤的话吃点水果。不行，好痛。原来是战斗啊，战斗。捡点垃圾好了，我好可怜哦。捡垃圾，打个老鼠。我的猫死啦，我的猫死啦，四等又满等啦，我满血啦，满血复活，哈哈。哈，我现在可以两巴掌啦，接杀了老鼠，哈哈。这是猫神社啊，如果向猫神供奉的话，会保佑你成为帅气又强大的猫啊。我已经帅气了，我只要强大就好。点击各个猫神雕像，好。好像6等啦，我的社交等级。好像有攻击、防御，这是攻速吗？对，这是攻速。象只要30个，我没有象子啊。这个是什么？猫的哦，暴击率哦，我没有象子啊。我先加我的攻击力好了。来，我的防御力啊，哼。所受的伤害58，减伤，减半伤，好强。那这个巫女姐姐可以蹭吗？猫不是都很爱蹭人？山里的动物，跟刚刚看到的飞哥还有老鼠水准不同哦，所以比刚刚强是不是？来呀、啊！我来石藤，我不能进去。好像有分等级哦，像这个狩猎，等级要10等才能进去，然后这个要40等，然后。登山路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？简单的鸽子，哎呀，简单的鸽子，我还能应付。想吃 cheese， 吃我的猫掌啦！啊这，不是，我打错猫猫了，我打到自己的同类。报警，快点回 hit！ 我们会有个流浪汉在这，嗨，你好。谁快帮我把垃圾场里的邪恶野猪赶走？邪恶野猪，我来！垃圾场在这里。邪恶野猪，1000滴血！啊啊啊！哇，被干掉了！好强啊！被 carry 了一波，我只要划水就好了。野猪消失了，我温暖安乐的窝终于回来了。如果有看到我存放的二手家具，请点击回收按键取走。好。我只看到一大堆猫猫，还有一大堆垃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为什么我的魅力是0呢？魅力经验值在给猫穿上漂亮的服装，或在家中放置漂亮的家具增加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魅力升到10，好不好？我们把魅力升到10，所以要放一些家具，是不是？咖啡厅，你好，好爽哦哦，欢迎来到猫咪咖啡厅。在这边可以生成家族哦，哎呦，生成家族，哎呦，大家不要急，这边有点挤啊，不好放啊，摸一吸，
好，大家借过借过。哎，等一下要点电风扇啊，会热啊。啊，玩到外面去了。地板材质就用这个嘛，地毯巧拼五十。猫抓板，猫抓板，猫抓板我放在角落好不好？我看不到啊。床，床我也放，床来我的床，我的床在哪？我找不到我的床，我的床在哪？我看不到我的床 ，no。什么奖杯？我的奖杯在哪？看不到我的奖杯。耶、yeah! ！布置完了，我根本看不到，根本看不到东西。决斗场，哎、欸，温泉呢、欸？温泉好像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此处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温泉，在此说说笑笑，培养一下感情，在说笑过程中，每分钟将恢复全部的体力，这样就有利于恢复疲劳的效运泉效果哟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泡澡，这是混浴哦，男女都可以一起泡，真棒真棒，我喜欢。然后刚刚看到还有一个决斗场的地方和其他猫对战的地方，这个就是 PVP 啦。好像是新手不要进去是不是，但我要进去。嗨，你好，这是可以打打 NO 欸，复活了，这是可以打 NO， 这是可以复活是不是耶、yeah, NO， 这是可以复活了是不是耶、yeah, 原来大家多宣传这边新手不要进，好，不要打我，对不起，这里新手不宜，快跑！我要死了，我要回血啊！好舒服，一个人在这边静一静啊，两个人啊，三个人在这边静一静，也是四五六七八个人，好多人啊，在这边静一静也是不错啊！有了这个耶！这款游戏萌包来了，现在可以在我们的 Android 跟 iOS 上面下载，你可以下载来玩玩看。养出你属于你自己的猫咪，耶、yeah, ！可爱猫咪，发现好多人的猫咪都超可爱的耶，对啊，猫咪不一定要强，好不好？可爱才是重要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如果喜欢这款游戏的，可以快去再来我们看。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！喵喵喵，拜拜。